这里的粉呢，居然才2块钱一份。我的粉来了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下2块钱一碗的粉，叫卷粉。桌上还有他们秘制的辣椒。这个卷粉呢，不像那个卷筒粉，卷筒粉里面有馅，这个呢是没有馅的，这才2块钱。粉店老板呢是个年轻小伙，他后面的筐呢应该是放粉的，里面应该还是有粉的。外面呢是一条卖菜的街，这个辣椒呢是用白醋腌制的，味道呢还挺不错的，但是我们自己呢应该是腌制不出来这种味道。我们这里都挺少吃陈醋的，一般都是吃白醋。应该呢很多人没有见过卷粉，这种粉呢一般都是直接卷起来，里面没有什么馅的，所以呢不是很容易就会腻。它的汤汁呢也比较鲜美。现在呢应该极少有2块钱一碗的粉了吧，而且这个粉呢还是这个镇上的传统特色粉。